下我就很容易去动动。不行啦，我来是要保护你，我不是要保护他、欸。我今天行程已经结束了，而且我可以走了。但是保护好他，就是保护好我。躲起来，有人开车！小心！你们聊完了，要走了吗？等一下有些事情要处理。唐毅，我想去买点东西，所以我要他陪我去当个保镖保护我。我，小姐，我陪你。你把一个身手了得的人放在办公室里洗杯子、看门，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一点？这倒是啦，左总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人总算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。其实我就是缺一个展现身手的机会。对，所以唐毅，把孟少飞借我吧，这样他才有大展身手的机会。不对，我刚刚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需要借由这个展现身手的。你今天下午就陪红叶去逛逛吧。不行啦，我来是要保护你，我不是要保护他、欸。我今天行程已经结束了，而且我可以自己回去。但是你保护好他，就是保护好我。走吧，你想去哪？我想去的地方可多了，你最好要有点心理准备。我孟少飞什么没有，经历最多，谁怕谁啊？走就走啊！走吧，孟警官。走啊，左总。既然不想给承诺，就别怪他对你不客气了。不是不想给，是给不起。不是给不起，而是不愿意给。想太多只会伤了彼此。走快一点啊！好看吗？你干嘛把海带穿在身上？你才海带，你全身都海带。海带啊！啊，海带。看屁啊！我，怎样？没看过？最近要不要买？不要吧。OK， 你非常没有 sense。小姐，你干嘛不说一声就跑掉啊？嗨！哎哎，你去哪？你等我啊！哎，你睡觉的时候很可爱。你在讲什么啦？我要跟唐毅说，你睡觉的时候会流口水。不要乱讲了。介绍这一款，这一款呢，它是有集中脱高的设计，然后这一款呢就很可爱了，很适合你哦。要试穿吗？好啊。要什么 size 的？啊？啊？陪女朋友买内衣啊？好男人。啊？我先去试穿哦。女朋友长得很好看啊，身材很好。不是女朋友。你帮我打包。好的，谢谢。来。啊？干嘛？红色小猪，可爱，送你。不要。这件真的有点太大了。啊？对吗？这就够了。太小看我了吧？还要加这件。好的，谢谢。今天真开心，辛苦你了。说要请你吃冰淇淋，为什么不要啊？我不接受贿赂。哎，我是保镖，哎，为什么把我当购物车啊？你自己答应唐毅的事情，怎样说话不算话？
答应朋友的事情，我每一句都算话。哎，我没有说你是唐毅的朋友哦。小姐，你就这么不希望唐毅多交几个朋友吗？嗯，那要看是哪一种朋友喽，是推心置腹的，还是想利用他的？我告诉你哦，我可是没办法接受任何人利用唐毅哦。你干嘛？没有啊，你保护唐毅的方式很不一样。行，我不怪你故意欺负我。谁管你怪不怪啊？只要你肯愿意离开。躲起来，有人开车！先上车，先上车。小心！叫救护车！我打。喂，119吗？这里是停车场。怎么样？有几处擦伤，我已经开了药了，但怕脑部有受到创伤，所以我又做了脑部断层扫描，现在就等报告出来。子弹又朝我们两个飞过来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张医师，手术室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备用鞋已经找到了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什么收费吗？腹部中弹，我先过去了。帮他包扎好伤口。